嗨，我是阿杰，米其林三星主厨试炼篇的第一集。然后大家看到我的装扮不一样了，没有错，出塞了，出塞了。今天呢，就请接下来所有的主厨们当一天的八天的调酒也是一门学问，但气氛也是非常重要。所以这时候工商时间，先送 AKG 喇叭，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这也太硬了吧！刚的工作是不是很硬？对，就像我一样。接下来就请我们第一组普通人工作室。很简单。阿飞哦，我是 Tina， 行啊。调酒非常的简单，就只有三个步骤。那个酒打出来是什么？哦，就是哦。被学偏了。这一次是要调制爱情那样的酒。第一个要找基酒。想象一下，这两位客人来到一个酒吧，深情的问他：请问你觉得爱情的酒的味道是？滚胶中。带有一点苦涩，酒三年差不多该枯萎的时候了，也不会，也不会，酸甜当基底，苦味当调味。要示范怎么样摇这个杯子，你只要脸不动就可以帅。哇，浩浩这样子会帅吗？浩浩这样超帅，长相是长得很中，长相比较大哦。为什么你比较，你好像比我专业，怎么办？直接倒出来，这瓶叫做三年的，丹妮表姐。嗨，请问两位人妻，就是现在对你们来说，爱情是什么滋味？甜甜的，它是纯粹的甜味。基酒要甜味，对。对，七年的呢，就可能要有点痒。我觉得痒跟苦，苦酸痒都有就好。苦酸痒要多一点。然后我看八天的呢，到了之后呢，都会这样，最高都看没地方。来，后座有单吗？师傅刚刚说，就是脸不动，然后身体动就会帅嘛。所以照理说，我这样子摇的话，就会变成郭雪芙。有吗？有变郭雪芙吗？有有有。有吗？有。很雪，很雪。很雪哦。蛮符的。师傅。接下来是浩浩要调出丹妮表姐理想中的酒。标记。是，我可以给你什么样的酒？爱情现在目前今天对我来说，它就是苦，苦，只有苦。然后这一杯要带着我的诅咒，就是射手座男生全部孤老终身。可以，可是还是丹妮表姐要喝的哦，所以还是要喝下去，就是会遇到好人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下点魔法，要下点魔法。师傅逻辑很好，谢谢师傅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诅咒孤老终身。不然就一样有苦的，好，这是惩罚，苦尽甘来嘛。现在苦尽甘来，快去吃饭。对，你的对的男生在你的人生中迟到了。哦。他在寻找他的另外一半。哦，我跟你说，很强，点这个 match， 直接 match。你看，很会讲话，很会讲话，很会，很会。哇！评分时间，我们现在喝第一杯，来喽。是你三年的感情吗？跑马灯，跑马灯，跑。平淡无味。平淡无味，淡淡的，淡淡的酸，有符合主题吗？有啊，可是如果再加一点甜味啊，就对了，少了一点点甜味。实际上是蛮甜的，实际上应该是要有一点甜味，应该是要有一点。讲话字字斟酌中，对，字字斟酌，不敢乱讲话，这边主题蛮敲头。哎，是可以喝的东西啦，是可以喝的。丹妮表姐调两种婚姻有点哑。好，有气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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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师傅为难，虽然还没结婚啊，但是可以体会结婚之后大概是这种感觉。苦尽甘来，苦尽甘来，找到另一半。浩浩特调浓。师傅，请说。无话可说，这是苦，苦，真的苦，就是有感受到那个那一股怨念，对。
对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射手座说？射手座吗？蛮希望你们就是老的时候，你们死的话，然后呢，尸体就一个月后才被邻居发现哦。OK， 餐点的时间到了，桌上有三杯。刚第一次所有成员齐聚一堂的第一道料理，决胜者是，我觉得还是这一杯啊，最有味道的。简单，这是。应该是浩浩，浩浩，真的，恭喜你，恭喜你啊！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啊？乱调一通，最苦的。你们只会进厨房煮菜吗？你们都很棒。那就跟大家跟大家说再见吗？好，下一期普通工作室，拜拜。